等一下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班宁，晚上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个是班宁，后面这个是妈妈。班宁好，班宁好、嗯哦。其实我们班宁很开心的，每天你看在家里面不是吃就是玩，都我们都陪着他，时时刻刻都陪着他，所以班宁还是很幸福、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班宁。是吗？很多网友说你想念阿龙哦，是不是？啊，想不想？想不想？想不想阿龙？待会要不要看一下阿龙啊？好吗？啊，阿龙说待会忙完了跟半斤视频，跟我们视频咯，要看看半斤咯。想不想看到阿龙？想不想？啊，想哦，对不对？很久没看咯，是吧？你说阿龙，他被你小小烫了。哎呦，阿龙就走回家。你看半斤不是黏着你就是黏着我了，是吧？习惯了，我们天天都陪伴着半斤。嗯，待会阿龙跟你视频啊，你要想好了要跟阿龙说什么吗？啊，要不要说我很想你哦，阿龙？会张开嘴巴了，对啊，半斤还是很想阿龙的，对吧？网友说你是全网最幸福的狗狗哦，你觉得是不是啊？我是最帅的狗狗，又帅又幸福，对吧？啊，是的，我们的半斤还是很乖的，所以呢他还是很幸福的，对吧？我们都疼爱着你，大家都疼爱着你哈。半斤下辈子投胎做人好不好？不要做狗了、就走到我房间去了。半斤又走到你房间去散步。你去我房间睡觉啦？啊，你去我房间睡觉啦。来，你不是要跟阿龙视频吗？你不是想看阿龙吗？快，是不是？你躲在里面干嘛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好吧。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嗯，乖啊，棒哦。一会的功夫给他跳起来了。网友说你不开心哦，是吗？嗯。那阿龙刚出国嘛，那是要得慢慢习惯的嘛，对吧？哈，哎呀，阿龙，喂，哎，阿龙啊，晚上好，阿龙，刚吃饭哦，刚吃饱，刚吃饱哦，现在那里几点钟啊？现在这里下午六点钟，下午六点钟啊，瘦了哦，你哦。瘦了瘦了，是不是遇上斋月就没好吃的了？半斤，你看哪里啦？阿龙，哎哎，他不看手机的哇？看，起来，起来，听到阿龙声音没有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嗯，现在就反应过来了。反应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，哈，是吧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没有？阿龙在哪里？他在想那声音在哪里，哈，是吧？上来等你，来上来，嗯，上来，对面，来来来来，上面，来这里这里这里，阿龙，嗯，阿龙哈，文静叫你吧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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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给尿裤了。他不看手机的吗？看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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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冷吗？那边热还是冷？热。今天上的空调。哦，还真的好，这种重庆啊，多少度啊？温度啊？室内有空调吗？你要室外的话，应该就25度左右吧。那比这里是高一点点哈。是大海，它是个大，它是个岛，岛来的哦，人工岛啊。哇，这里环境看到没有，好亮哦，一个圈，一个圈。嗯它是个岛来的哦。哦，那个圈，那个就是岛啊。对啊，整个一圈。就是一个大岛来的哦。旅社的是吧？对啊，做旅行社。哦，它发展的挺好的呀，应该。应该还
他讲的惠州随口话你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啊。我听不懂啊，我就听得懂了，我还会说，你还不会听。对，我但不会听，我也不会说。阿龙啊，你看这个视频，阿龙在里面哦。嗨，好美啊，小姐姐。啊，我是在录的，可以吗？啊，没关系。欢迎阿龙呢？阿龙在这里。呀，阿龙在这里啊，是不是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啊？你看他激动了。拜拜。